大家好, 我是白客, 我们在耶路撒冷老城, 墙外面, 土耳其的墙, 500年前的墙, 在我们的后面, 是大卫王的塔楼, 2000年前的塔楼, 耶路撒冷老城, 大部分时间, 有了墙, 有时候高一点，有时候低一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能看见3000年前的墙，在上面500年前的。想了解更多关于耶路撒冷的墙，来看我们，谢谢。